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詹佩君。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，政府针对确定车辆的接触者都要做居家隔离，对总共欧转来的乡亲都要做居家检疫。爱居家隔离留居家检疫的乡亲，除了留到屋卡也在黑的地方做不得出外，老屋卡人都要上网洗漱，莫名莫足再同屁讲，还有最好莫老屋卡人再控制间呢，避免一公尺以内的接触。当然这么应该控制十分，也是上南上尖新行李也都接触，这个搞不准要用空中作灯，也是浴堂因而要用漂白水消毒三摆，切对做不得错太中运输工具。